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我们今天聚在这里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谢谢你们来。谁呀、啊？怎么生那么帅？啊，有人说你是帅。为什么你会答应？因为你的礼物。你要不要告诉大家你的礼物是什么？球鞋。球鞋。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，或跟我说的？你可以帮我签。联络部吗？我只签 CD， 可以抱我一下吗？好，今天限定，真的假的？今天限定。我们用最大热情的掌声欢迎黄轩。刚刚好，小巨蛋来了一颗蛋。我听说，就是你身上有一个部位，摸了之后会带来好运。哎，真的，招财、招桃花、招事业。
而且摸，你要那么快告诉我？我之前连续中过四次，我身边的好朋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我再中第五次的话，我就要开始。但是最近失误率蛮多的，是不是有点一说要摸头是有点尴尬，对不对？不太好意思，但是不会，因为我刚刚自己摸的时候，我觉得哎还算蛮光滑，但是现在稍微有点小小的出油，所以等我一下。哎，有卫生纸给他擦一下。有，哎有。在哪里？中了。中什么？中了。中什么？我感应到了，有人，幸福已经在路上。真的？我觉得是。还有多久？我估一下。应该是会在我演唱会后，不会那么快。娇姐，如果你保持这个姿势，如果太久的话，感觉我很像是个病患，就是。太傻。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。